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紫灯朝夕李平平，我来自广州战队。YC 叶晨，我来自广州战队。Team Lock 薛湘景，广州战队。小鱼李烨，广州战队。应该是最团结的战队，我有没有质疑。在此之前，其实我们之间虽然有线上有联系，但是只通过网络上的只言片语是没有办法，就是说很详细的知道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的。就是拍摄 VCR 的那几天，整个过程中，我发现我们一起去吃饭，然后一起聊天，一起啊，我们一起玩跳一跳接力，然后就慢慢的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。像我这个内向的人呢，很难就不知道聊什么，但是叶晨会一直在跟我在聊啊。聊一聊彼此之间学校里面的事情啊，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心事啊，我觉得我们是算是一个非常默契的一对搭档。我们的古天乐，哇，当时我来到酒店见到他第一眼，我感觉他当时在打游戏嘛，我觉得挺逗的。他几天跟他相处下来，发现他特别的开朗乐观嘛。我对李哥的第一印象一直都是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人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晚上睡得非常死，我直播吵得要死，他都能睡得非常的香。李哥是一个非常沉着冷静的一个人，真的是一个外表看上去很平静，但是内心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人，他有一种雄心壮志。很高兴因为这个比赛认识了这群朋友，明天就是微信小游戏大师赛决赛了。我会带着广州战队的期待冲击冠军。广州行不行？行。夺冠行不行？行。行不行？行行行。